将力战敌军。阿弥休矣啊！此处是何地？丞相，此乃乌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我小诸葛亮，周瑜，毕竟智谋不足，若是我用兵，现在这里埋伏一军，将会如何？曹贼休走！赵云在此等候多时。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狗弼，来到阵前必有狂吠，没想到竟立下如此夫来个。快走！驾驾驾驾驾！丞相，你看。是才丞相向诸葛亮、周瑜却引出赵云来，折了许多人马，如今为何又笑啊？依我看来，诸葛亮、周瑜毕竟是无能之辈，倘若在这葫芦头埋伏一彪人马，一代老忽然杀出，将我等围诛，什么我军即使不全军覆没，也难免死伤残旧。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? 哎，子怡兄。哦。兄，看我是否威猛？确实威猛，不可挡啊！看我帐下是否雄壮？哎！真乃雄虎之师也！哈哈哈哈哈哈